主料：冰糖50克，雪梨500克，川贝10克。辅料：油、盐。准备时间：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30分钟到1小时。雪梨2个，去皮去内壳，切成小块。川贝50克，在药店里可以买到，一般买来的未加好，自己加工成粉末，更易吸收。将梨、冰糖和川贝同时放入锅内，加适量的水，煮20分钟。20分钟后，梨的颜色就变通透，汁也浓厚了，就可以了。烹饪技巧，也可以加入适量的蜂蜜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 点 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